师常说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但是我说，知过能改，往事如烟。藏在哪里了？我发誓我不知道，最后那批货是一定是阿金藏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在我不冤枉好了。大哥，拜托你要相信。货出来我就相信。他妈的贱种，明明就是你哥拿的。靠！你吓死人了、啊！你怎么在我车里？这是个很好问题。我在想啊，我到处晃了晃，我在检查每个车啊，看每个车的防盗系统如何。我很奇妙的，我发现唯一一台有防盗系统缺失的就是你的车、欸。检查？什么意思？专业保全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、靠！这跟你在我车里有什么关系？书呆子，我们从国中毕业就没见面了吧？我找个老朋友叙叙就不行了？算是吧，我还没开始执勤。如果我开始执勤，你执勤？如果你开始执勤，你信不信我跟你老板讲一声，你就可以马上出来，不用上班？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以为我今天只是来找你叙叙旧的吧？有听说过，听说你问得不错。我来找你主要是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听说你们中管组丢了一把枪，对吧？那不是我丢的。我没说是你丢了，那么几个吗？我哪有？我没有说是我。我现在把刀子给你们拨。
那应该怎么办？重点是你丢的，很不可思议，警官。你想怎样？因为你们的组长找我来找枪，所以我在想，既然这是你丢的，我们又那么熟了嘛，所以什么意思？你要花多少代价拿回这把枪？如果我找到了。碰毒品的吗？而且五包哦，你这边不是查获什么佐治集团吗？五包小 case 吧？干，那些都在政务室里，我怎么可能拿得到？随便你咯，反正我知道你们检查快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没有枪被发现的话，你就惨了。反正你们组长叫我找，如果找到了，我就自己把它卖掉，我也没损失啊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我都赚一笔。你他妈的！嗯，好，我考虑啊。你懂了。你拿1100多币。你拿1100多币。你拿一千。他妈的贱种，明明就是你哥拿的。下次我再发现你吸毒，我一定亲手干掉你。
哎，我月考完还那么久。不行啊，不然月考直接就白。哼。哎。干嘛？你要去哪里啊？跟老爸出去啊？没有，去工作啊。工作？他都知道你工作？你不会跟他学坏吧？那个废物。哪有？没有。去哪里？去厕所。厕所。最近常跑厕所，我要去。你干嘛？你这边怎么了？没有啊。你老爸还是一样吗？什么？你老爸还是一样吗？对啊。有那种暴力倾向的老爸，我就搞不懂，你们可以忍那么久。那你第一次啊？就好好读你的书啊，有的当起来就会花酒。再怎么样，也比你跟那些屁孩混才好。你看，连你的国文考卷，连制裁的字你都不会写，都高中了，拜托等候我。去哪？厕所啊，走啊。你敢吸毒？你吸毒？老爸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你爸吸毒？我就知道你跟他杂碎一起堕落。为什么？我没有想要吸毒。他说如果吸毒就会少打你。天家的表在张志明。我哥啊，等一下。你哥，你咧考呀？欠阮大五万块啊，到即摆袂还的啦。我大哥，我大哥，我哥请我帮他还，还欠我几天，我第一次知道。还你安那还？啊？哎。你知道我谁到的吗？给点面子吧。谁到的？啊，谁？阿庞。啊，小金。王家的秘书啊，都我家己是阿兄啊。啊。今日免走啊，人我一定要找转去啊。大人，你长得很像我。我不在乎。今天这个事情就是个秘密，谁都不许出去知道吗？你不要再想要告慰警察吧？没有，你要想啊，你才是同僚团上的人。如果这件事情说出去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今天还想要当警察？不要笑死人了好吗？拜托一下，我们。今天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是好兄弟，好不好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一样。来，这个东西给你了，要给你保管。
别动，坐下。我的枪呢？你因为你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哥，他是个好人，要不是我爸那个杂碎，他现在应该过着平凡的日子。我哥毒瘾发怒之后，他有情都不可以，你知道。那是你爸的问题，关我什么事？薪资升得好快啊，王警官，就凭你这个货色。不会抱着官大腿，还能够升到副团长的位置。关键在于你破了盛怡晴那个案子，对吧？说，你内线是谁？我哥有点要戒除毒品了，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忽然又跟他以前的药头搭上线。哎，然后巧合的是，这个药头居然是你那道案子破案的关键。我哥就在那时候又染上毒品了。他妈，最巧的是，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居然是你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对我哥做过什么？你做过什么？我没有做错什么。继续说啊。啊，我只是让他重新染上毒瘾。我让你破那个案子是吗？坐下。那不是我的错，那上面的人要求的。我当初让你哥戒毒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在外面帮他戒毒品的，我让他过好生活。你这个王八蛋！你迫害我，背叛我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又不是毕竟是笨的，又不是菜鸟，你应该知道你会怎么样。好吧，拿后人，今天都5块，给你6块。8块怎么样？世界大了2亿，拜托，你知道害你哥的不止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拿这些货，你可以跟你哥发财，你哥可以过得舒服一点，多好。妈，你知道吗？干你女人，去你的，全家都去死，你哥都不爽，你也不得好死。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跟老师常说。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但是我说，知过能改，往事如we'll be right back.
I look for a long time whether I'll ever find, but you are just in front of my eyes. Cause I don't know that you feel now. I'm hearing you're starting to get old. I can just say it's far away.我没有想要吸毒，他输如多少次，他就会少打你。我错了。我赞，我们一个可救我。来辅导，解决一下好不好？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来了。什么三分之吗？收到了吗？我支持了，你可以找他，我去看一下。